哦 ，HK 打 Real Life 2023，请 follow。OK。刚刚结束了第一次在香港的演唱会，然后今天所有全场香港的朋友们都跟我一起跳起来，几乎整场都跟我一起跳一起唱，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是超级难忘的，然后是我四场里面目前唱的最累的，但是最嗨，然后最炸的。因为前几个月我来香港的时候，我已经感受到香港的粉丝朋友们是超级超级炸。但今天晚上 ，I think we went very very crazy tonight. So， 我现在是很累，但是我现在超开心的，就是今天晚上香港的朋友们太棒了，他们超热情的。然后，哇，我其实很感动，就是有一些是从我以前。在台湾，他们就飞来看我的粉丝，今天都有看到他们，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很开心，然后看到很多熟面孔。呀，这是我的每一场表演的一个 culture 吧，所有我的粉丝朋友们都会送给我他们的爱 ，so yeah， thanks for the love。我每一场都告诉我自己不要掉眼泪，但是就是看到很多一直以来陪我的粉丝朋友们，而且更何况很多人是13年第一次看到我，所以。每次到那个环节，我就很感动，而且我觉得我今天晚上也把所有我内心的感受表达给香港的朋友粉丝看，然后我觉得他们也给了我他们最真实的感受，所以呀，那个 moment 下面大家就是有点 emotional 这样子。请大家 subscribe、comment 同埋 like View One HK 嘅 YouTube 频道，再 follow 埋我哋嘅 IG 同 Facebook 啦。